在这个满是问题的世界里，有一个问题最为重要：我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？我们都在追寻我们的目标。好消息是，这一问题是有其答案的。比方说手机，你可以把它用作镇纸，甚至可以用作手电筒，但它的最终目的只能通过连接网络来实现，手机因此而存在。同样，我们可以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人，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只能通过与上帝建立联系来实现，人类因此而存在。何不花几分钟时间来看看互联的生命是否适合你？